你们两个去干什么呀？去采红薯。采红薯。快点来吧。嗯，好。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妍妍，猜猜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带大家去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捡红薯，在地窖里面。我今天给喊爷爷喊你没家。都没拿来，快去把锄子，回去给我拿个锄子来去。我来。给我拿个锄子来。还有小二个鞋，哎，又整干又整，哪个了呢？翻了噻，翻了，吃的就吃，吃的就算了。嗯，哎呀，没得没得玩的，那该不得了。快点，有事。十万块钱，我需要装修。你说哈，自己屁股都像车子的，从小不下去了，我要看完多了。他回来跟我说，我家聪明点，晓不？他爷爷你快摸家门在抠门。我在那里耍，他利用眼睛回球的嘛。呀，看我们这个隧道是在这里好看的。幺幺，你摸在哪里隧道？我摸一下。不打，快点。幺幺，你笑啥子？小豆。这掉下去了，小雨。那下面是陷阱。那个绳子跟过来跟跟上。撂到那个口袋头，就那一根撂到口袋。啊。哎呀，这么大，哈哈！哦，这个他们有点的。哎呀，这样子弄就有动作强。你要啥做的呀？让人家给劲。看看，这是钓的鱼吗？在河里面？钓，说在岩上钓的。哦，岩上钓的哈。嗯。哦哦。干了没下雨？就那没下雨，干和就干了。